来了。你好。喝什么呀？要不然来个无酒精鸡尾酒。老规矩，小布谷一杯。小布谷，还跟你名字还挺像的。这是许天泽许少给布小姐设计的特调。哦，是吧？那我也得尝一尝。但凡跟布小姐有关的东西，我都想尝一尝。哼，徐老师，您平时在公司都是这么跟女同事说话的吗？天地良心，我徐胖子还是有节操的。这行我什么样没见过？有脸蛋儿看都不看，有脸蛋儿有身材的我最多看两眼。但像你这样又聪明又漂亮还能挣钱的，我真有点把持不住。您说的真直白。你笑起来更可爱了。谢谢。小果，来总编室吧。啊？你也看得出来，老谢其实挺看重你的吧？我劝你呢，趁早把杏子跟 Kevin 给撇了，他们在新天已经没有前途了。如果你来总编室，老谢一定重用你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俩可以天天在一块儿。可是徐老师，那个杏子和 Kevin 可是纯宇老大的死党，我要是把他俩撇了的话，直接就跟纯宇老大闹掰了。那谢总刚来总编室，能不能站稳脚还不一定呢。行，既然你把我当自己人，那我跟你直说了，那个魔鬼鱼是不可能死灰复燃了。啊？老谢在 DTS 高层有朋友，多少年的铁哥们儿，你自己想一想，老谢在这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他会头脑一热直接跳槽来新天吗？嗯，那都是有铺垫的嘛。嗯。而且这次在战略会上，他们将了他一军，老谢已经气疯了。他现在已经绕过邓林，直接联系 DTS 高层，要让魅力远航永久下马。送给你。我这太贵重了，徐老师，我不能收。没事，收着吧。老谢还给洛琳送宝格丽呢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是新买的吧？你能不能把小票给我？买小票干嘛？嗨，没事，这我买得起。如果你看上别的，我再给你买。不是，您不知道吧？我这人有个习惯，我只带我看得上的东西。别人送我的东西，我都把它退回商店换成钱。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？不然的话，咱们就没必要交往下去了。我能接受啊，这个啊，真的吗？挺好的呀，挺可爱的呀。但这次我没法给你小票，我拿去换发票了。发票？您买东西送给别人，为什么要开发票啊？走项目啊。项目？什么项目？不是不是，小果，我们下班了就不要聊公事了嘛，对吧？都没情调啊。对对对对，是。哎。再给我也来一杯小布谷。哎呀，徐老师，嗯，小布谷是女孩喝的，不适合您，您得喝点爷们儿的呀。是吗？那，你给我点一杯爷们儿的呗。哎，你好，帮我来一杯 Octomore。好，稍等。哎，挺懂啊。您试一下，我觉得这酒正适合您。不是我平时都喝啤酒，这洋酒喝完上头吧？徐老师，我见过的真男人，喝酒喝到吐血都不带皱下眉头的。我觉得您肯定能行，我相信您。我过去拿我的，跟您一块儿喝。徐老师，干杯。Mm-hmm.